做一条鲫鱼笔袋。这是一条伪装成大鲫鱼的个性笔袋，打开拉链可以放文字哦。为了更逼真，首先准备两条鱼的图片，留一些白边把它们剪下来，在鱼的背面粘上透明胶带加固一下，把两条鱼粘在一起做成口袋的形状，在开口处呢粘上一条拉链，一会笔就可以从这里放进去了。还有最后一步，在鱼的外面呢封一层透明胶带，可以让笔袋防水，而且呢变得更加的牢固。伪装成大鲫鱼的笔袋做好了，超有个性的文具，你喜欢吗？关注我，每天带你做好玩的。